华昌比丘，阿弥陀佛，以诸佛菩萨以什么功德，或神通显现净土以贪嗔？哇，这个问题大了！诸佛菩萨，你知道诸佛有多少吗？当三观世音菩萨发愿的时候，是在11偈底佛面前。一偈底就是1000万，1000万。11偈底，你们数学会的有多少？11偈底佛，观世音菩萨发愿的时候是在11偈顶佛面前发愿的。1偈底是1000万，1000万个佛，11偈底，对呀、啊，你现在要我讲出诸佛菩萨以什么功德或神通显现净土及坛城，你知道诸佛有？单单我刚刚讲的那些。我要讲到什么时候啊？我讲一辈子也讲不完了、啊。我这一生就光光讲你的这问题都讲不完了、啊。不要讲这一生啊，我10生都讲不完了、啊。我告诉你，阿弥陀佛发多少愿？48愿。他才成就阿弥陀佛。48愿，你要实践，才能够显现净土及贪嗔。就简单这样子跟你讲啊，不然我10生都讲不完这些诸佛菩萨的功德，无量无尽的，无量无尽的所有菩萨。